你好，到家了吗？你住在哪儿？好好休息吧。想喝点什么？昨天睡得好吗？今天天气怎么样？下雨了吗？晚饭吃了什么？你多久没联系爸妈了？工作累不累？明天打算做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有空？你去过哪儿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今天堵车堵得有点厉害，好想去旅行，好香啊！好久不见，今天去哪儿吃饭？你几点下班？这句话怎么说？你睡着了吗？你要和我一起吗？你想他吗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想请你吃顿饭，帮我拿一下好吗？我挺想你的，跟着我，别忘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？你是什么血型？你也喜欢这个吗？我送你吧。你喜欢喝什么酒？我在门口等你。带雨伞了吗？你平时做什么运动？你朋友多吗？你来这儿多久了？